新闻叫小弟，文志雄，啊，啊，做做咱遮社团的先进，都有好朋友，天气遮尔啊炎热，咱来咧伫遐个啊，即个头前为了台湾，即个土地前途啊，大家每一个家己拍一个破，好唔好啊？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温暖吼，啊，公民投票。 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但是台湾，咱讲台湾要建设着民主的平衡，要让美国、日本，吼，也是欧洲这国家，都要向国来对抗。什么上力？民主的价值，人权的价值，政权的价值，这是咱上力。因为咱台湾土地是真大，吼，但是这对人性出乱。 这个价值观呢，咱人世代主流呢，都是徛做伙。咱是徛咧特殊政策的一个，所以民主、坚守民主、坚守人权的代志。啊，这个物件呢，最好的路线的方法，就是公民投票。公民投票，详细再讲配合，这个反驳一条款，反对这配合。 这条球啦，经过配合人，公民投票赢咧，这是历史上在台湾咱公民投票实践第一届呀。但是，哎呦，我阁吹一下，有影叫有影啊？有影有影。公民投票虽然这是两先生苦行啊，这个反对现实公道。 台湾咧，咧一千公里行几遍的，行几遍的，包括在台北街头反对核四，这个大游行差不多十届，每年拢一届，搁一届，搁一届，最后无法度，才用来可行行台湾换车，搁用公民投票来决定这代志，最后的反应就是咱边仔这边反应，公民投票啊，才通过咧。 那是偌济人的心血，诶，付出才定出这个公民投票法。结果定出这个公民投票法了后，咱才感觉讲，哇，这个公民投票法是限制咱实践公民投票的反公民投票的法律门槛收悬啊！大家要认输都认输袂过，你也看，反对美国国法。 这个民生议题，诶，这个中心的议题，咱第一个阶段，连署10万票，10万的连署的名啦，上个行政院有通过，变作讲好，我内地讲，讲行政院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讲安尼这会使公民投票，结果第二阶段，真闹剧，爱89万的人来连署。 连输袂过，是咱家己闹开。我感觉这个代志，咱若拢有输袂过你上这个精神，连你都要做独立运动，都会拍一个拍一个，好唔好？每一关市按照人口比例，一个关市连输10万人，甲连输袂过90万的人呢，所以我拢感觉讲，咱家己要检讨。 咱就来检讨，咱民主的路线要用公民投票来修改宪法，这更加困难处，更加困难的代志，咱来个继续努力。咱的拍拼都无够，不是无法度，是拍拼无够。大家同意我的看法无啦？同意。做伙拍拼好唔好？好。我知啦，但是大志头啊，你的拍拼我拢最了解。 但是咱其他的规个社区、社团还阁无够，所以这条路真困难一条路。啊，咱公民投票，何台湾啊，在遮前辈，包括蔡英文教授，包括在座的每一个人，而且已经收几十、几百工啊！哎，你哦，几百工啊？八百几工啊？哎，就八百几工啊，爱甲算出来好无？拍好就好，八百几工啊！ 我一次那就3天啊，一年365天啊，对不对？对，2天哇。
真正无简单。我看伊这种，甲大家表示最大的敬意，真正无简单。谢谢，感谢哈。啊，这个运动咱继续的，有一天，咱希望伊不是收购，咱是当时的公民投票。迄嘛经过咧二三十天的运动咧，公民投票我的界限，不是一天、两天、三天的，上无嘛不过二十天。我去坐土城看守所迄天啊，1992年9月7日，迄年9月7日，98公民投票大游行，为了公民投票，第一届差不多10万人的大游行，就是迄天。迄天啊，第一届在台湾公民投票大游行，国民党无用，讲你就是主流台独，就是叛乱，甲你抓起关。中华时代有30年前，咱在讲人民主权，在讲公民投票，迄、那个权，我阿袂使写三点，袂使写三点水。你若写三点水，人民主权，迄、那个时就是讲，就是台独，就是爱抓起关啦。迄是30年前中华时代，啊无民进党时代是安尼呢。所以咱已经进步真济，啊，搁差一丝丝啊，搁差一点尔。咱继续拍拼，咱一定会成功。台湾一定会成功，台湾一定要拼起，好唔好啊？最后，我在这，因为咱英雄是为着咱啊，说明奥利桑，大家拢讲奥利桑啊吼。去年死无去啊，安尼讲，希望奥利桑你卖未加过关。奥利桑在美国的时阵，伊身体一份做运动，然后台湾人大量去美国。另外，先人做生意，足多人去美国了后，伊我把伊个运动个战场去美国。我上感动一届，彼当初咧差不多二十五当前、30当前啊，伊家己开一台车，后壁拢是宣传台湾独立个理念个车，一个车子，一个车子安尼一直走，来到这个车子，就找这个车子学生，即上班个人，家己个理念传互。遐迄个所在台湾人，包括学生也好，上班的人也好，或者台湾同乡同台学生，安尼开几万公里就对了，开几万公里啊！啊，叫他坐就坐车，叫他坐就坐遐，高铁，这就是做运动做革命的精神，做袂怕就跑就好，我全部都表达对的建议吼，所以我认真啊，啊，去年。看到一个遐重的病，显然啊，咱的妈祖也好啊，上帝也好啊，上帝也好啊，感觉讲伊爱阁继续传呀，陪咱，伊讲坐做伙，坐做伙就亲像做客去，伊的意思啊，伊拢是较平民化，伊拢感觉讲是做伙做，无官家之分啦、啊。即几下伊传运动，拢讲做伙做，唔是讲你传了我传了你无。大家做一做，伊拢身体力行，所以伊这个所在遮尔寒冷的时阵，我顶多感觉伊好坚持真好。比咱无看参会啊，迄个演讲的声少，比咱遮少年拢提真好。唔知大家有同意无？张医师你嘛在听对不对？你用提医生来讲的，吼，那个专用的呀，好不？而且再多，向咱四面老前辈表示敬意，咱就会继续行，继续行。希望台湾愈大出头天，多谢大家陈阿公。这个主题就是讲哦，台湾人来做官。著名这老先生为着台湾建国长期的思想，是我深深的感受，就讲台湾人爱做主，这点是我坚持。为着台湾这个土地，不但是讲对抗国民党，而且抒发人权。尤其是讲这个蔡英文教授，这个公投是咱台湾的人民的权利，对不对啊？对。所以讲，伊登记来推动这个公投的代志，是我差一点啊，我嘛被起诉的。我支援伊，我咧做许多无主的时阵，我支援伊，伊嘛拿上地检署。所以讲，这是我坚持为着台湾人，为着这个土地共同来打拼。今仔会当咧，跟着著名这个脚步，
来叫做台湾这个土地继续走下去，大家共同努力，共同为了未来咱家家孙孙生存这个土地，共同来打拼好不好？好，多谢各位，多谢。来，大家各位同志，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来我台湾民族主义，大家画什么？台湾民族主义。画万岁！我画，那就继续，大家画万岁！大声画，台湾民族主义万岁！台湾民族主义万岁！我来就继续，万岁！我来就继续，万岁！各位。我伫遮向南向尊敬的苏联奥利萨、台独的教父、建国的导师，遮最敬礼，三鞠躬。这就是表示，我要追随苏联奥利萨，用台湾民族主义。来到你建国，同志，来奥利萨入国，都是正义上，台湾来到你建国，经济上，台湾来实施国民经济，文化上，台湾来发扬国有的文化，用这三种的思想，甲行动。来完成这个目标，叫做民族主义，对吗？来，就是要用民族主义，来用行动，来动建设。我会到，我建设站，旁来抓住不是抓到是，我七十几岁，你代表办建设的时机。甲实践做单位，嘛是坐甲无满，大家对建国才有期待，希望伫2012年甲2016年来完成咱台湾人团结就好。各位，我包括。老中医教授，你教的是啥物生理的？台湾民族同盟，甲蔡教授，咱共斗好台湾，甲我小弟，三个人拢一个共识，就是要透过自人自觉来共斗建国。咱台湾人每一个人拢有两种身份，从第八号开始，一个身份就是用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入去体制帮忙台湾派的政党摕到政权，摕到公权力。一个身份就是台湾人原来。台湾著名的新闻，会当使民事主权在民，这个主权权超越国家，超越体制，超越宪法，甲两岸冲突无关的，来著名主权会当发展家己的权利，透过著名主权会当来独立建国。咱期待第二抗疫两年前来落实自民自觉，来团结国，建立咱台湾人的台湾国政府，安尼好无？好！多谢，感谢，感谢。